到一个我每天都在问他说你是不是不爱我。杨丞琳碰到他的体贴伴，每天用娃娃印全人爱意。我闻到一大股狗味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杨丞琳帮电影为了与你相聚公益首映站台，哇哦，很有爱有没有？基本上这部电影前面有十分钟吧，我一直在发出娇嗔声啊。哎呦！其实陈琳自己有养一只14岁的雪纳瑞狗女儿，我都叫她 Yumi No 乖啊。然后人家说 No 乖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没有意思啊。我就每次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 Yumi No 乖。哎呦，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这样。那我们有一天你用正常声音，他怎么就是神？我真的好希望他吃醋哦，在他的人生当中，真的是没有吃醋这一题耶。他淡定到一个我每天都在问他说你是不是不爱我。小时候我还跟我一个朋友借了一只刚出生没多久大概2个月的红贵宾，就我目的是要让 Yumi 觉得有一个外来者，你看看我疼别人，然后看看你会不会就是比较黏我，因为 Yumi 从小就不太黏。结果他就把床把他的玩具就让给那只狗。